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强强对决。关家荒钓鱼岛对面西栅老街啊，双方是国标打国标，关家荒有一把虎阵的极限大啊，这虎阵极限大跟我在手里啊，关家荒恩加一手，先把宝宝招出来，风铃火山踩塔，开场红孩儿。西栅老街自打上个月啊，六月份3000万战神以后，拿了4强还8强来着啊，忘了。遇到了啊，好像是8强，啊，好像是8强以后，东狼也是好像有点励精图治的味道了啊。从打完53到现在，剑会一天未落啊，你不管别的服务器打不打，西栅一定打。把这个感觉手感给往回找一找啊，老板现在更新虽然也是有部分老板走了嘛，但是也会有其他老板在不断的更新。看看现在效果怎么样，渡劫精神保了一下，先踩一个塔。哎，不对，对面女儿村的速度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他女儿怎么是个二速呀？哎，他现在可是有风的呀！啊，有奇迹如风的。上回和他有奇迹如风，他是风阵，关家荒是虎阵，大家都有速度圈。然后他上回合有奇迹如风，他还不是一速。我才发现这个问题，小死亡没挂中，那可不是一个什么神马宝宝能解决的。有奇迹如风就有神马宝宝，再加风阵，风阵有10%的速度位的啊，古阵可是一点速度位都没有。你再起了风，有神马他也不应该比你快。这波呢又是冲着对面神灵去，没有小爽倒是还好，黄泉之息看看能不能把速度再抢回来啊，这一速一定得有，你本身被大克了啊，速度方面不能再吃亏了。对面鸟儿村一定是抗性调的比较好吧？啊，后续关家荒这边点的时候，但是你说这被虎阵大克了，抗性好用的，又能好到哪里去嘛？啊，后边看一看吧，啊，看一看怎么个事儿啊？究竟怎么个事儿？点了一把防御，怕关家荒把对面鸟儿村给杀掉。岁月在强控女儿村，换个地听，换一口小死亡再点对面大堂，黄泉之息依旧是在抓物理系的速度，小死亡也挂住，给了一把破血光光啊，因为有这种极限大克啊，不需要给的太多。一个破血足印，两把特技成功将对面大堂拿下，还是鱼岛这边的一个节奏啊！你看关家荒没宝宝，他也没一速呀，对吧？他现在还有速度圈，关家荒都没有速度圈了啊！对面他还有速度圈呢，就关家荒刚才他没宝宝了，照样有一速啊！这就不是神马宝宝的原因。就是应该对面速度调配方面，我看他点了什么经脉啊？经脉堆着呢呀！差流云凝滞，应该不至于。就像这种东西，基本开场就加了。
靠着地钉想把怪蓝皇神木林杀掉，打出163了。后续对面神木林和其他宝宝补补刀，也可以把怪蓝皇神木林摁死啊，摁死神木林以后，对面的压力瞬间就会小很多。单抽一个，继续163，还有宝宝，破一破，停，破163，再来163没打死，他没移速呀。你看，这又涉及到一个移速问题。现在点个人，这163这真费劲儿。尤其带了163加使用武器，两个玩意儿的来回给你折腾啊。最多一次见过神九次，哈，见过神九次。慈心洗澡，幸亏灵元也都不多啊。黄泉之息抓一下，现在物理系速度也在怪蓝皇的手里。这是鱼岛以前遇到的问题，就女儿村抢不到移速啊，今天在西大身上体现出来。是不是呆瓜现在变了呀？就是开始抢速度啦。那鱼岛以前是真不抢速度，能比鱼岛慢这么多的，其实这些强的服务器里基本就没有了啊。这西大头一个了，基本都遇到没速度。以前杜金金身保一下大堂，关照万象还是用地听来压一手，这样对面大堂也可以扫出来，血量是够的。黄泉之息，关照魂也是继续跟对面抢物理系的速度，小死亡挂中，看看大唐。哎呦，这纸一起他上巨剑了，渡劫金身还没破呢。地听处理掉，单抽3600，闪爆渡劫金身破不掉，又砍了一个大金。关长皇这防点啥防的，给的东西比较多，渡劫纸人加卡大金啊，给的太多了。一把岁月封进去，也是关长皇点杀对面的一波机会。看一下要不要点小死亡，点还是点对面大同官府，对面同样来点关长皇这边的神木林。关长皇这一波是鲜活的神木林，没有活大同啊，鲜活的神木林。这样关照皇有物理系速度的情况下，对面大唐并不能扫出来，而神木林单抽也是有点疼呀。那这一口鲜活的神木就有点小精髓了。哎，但是好像还有机会。关照皇神木林要，哎，没机会。关照皇神木林因为163也触发过好几次了。无魂扔给对面女儿村，对面无魂扔给关长皇的化身四，对面女儿村没有动，应该是中无魂了。告诉我卡个紫心，没有卡大金，选择了一个紫心啊。再延长一下对面大堂，对面是延长来继续点关长皇这边的神木林，应该是这个思路。延长点，当女儿没速度的时候延长点也不错。秦银三叠，神木林终于倒地了。
关长荒给到神木林的保护不算太多啊，对面也给关长荒化生死，又扔了一把无魂。六回合，地府手里还有一点灵元，哎，这个灵元是可以续到24回合的，就看对面着不着急把这灵元延出来啊，尽快延出来，感觉不错，不要拖回合，拖回合关张皇女儿村可能要给你来一针啊，不要拖回合，有灵元就扔。关张皇也是继续扔出去，哎，他没有先选择了招宝宝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势均力敌啊，大家都有一个输出倒地，西拉那边也能接受。打针给地府，你人杰要直接逆境了，你看对面刚才不延长，现在关张皇打针啊，对面是先补一个宝宝来配合自己玩一把逆境，要提前拉起自己大唐官府，王良给神木林拉上，再卡一个五龙椅防万一，关张皇大唐踩塔没有去平 A， 这样的话对面成功逆境，提前拉起自己大唐，而关张皇地府手里的两点灵元也就浪费了。这波逆境成功以后，虽然对面消耗了大量的操作和五龙丹啊，但是绝对赚，绝对赚。除非关战皇又把这大唐点死了，对面就是一把血亏。啊，只要短时间内不能把这大唐针对掉的话，对面就是一波血赚。赶紧卡大金化生死，活上一口血，你点不死了。鹈鹕保地府。小死亡挂重，单大唐靠着一把斧头加大克冲一冲，开刀2100，哎呦，是有点疼啊，这对面打算冲刺，但神木林被点死了，而关战荒的神木林也可以拉起，因为他只延长了关战荒神木林一次嘛。鹈鹕保地厅，罗汉又盖起来，看看对面地厅能发挥出几成的威力。狮子防一下，该给的都给到了。无间地狱开启，关照万象，哎，神了，宝宝可能都没清掉，拉起神木一个风卷，竟然没出手，鬼眼打起啊，哎，这手虎针大克太伤了，这一速丢的也太伤了，怎么着都抢不到，开了风都抢不到一速啊，就骑了那个怪了，对面怎么加点了，一把无魂扔过来，
黄泉之息在抓对面物理的速度，对面也是同样的操作啊，对面也得把这个回弹回速顶起来，吃起来。地梯没封进去，刚才那地梯他也没能出手，主要是哎呦，主要是出地梯的时候神木林又被关的黄给杀了，你少个人差别很大的。压住神木林，能亲个宝宝那就赚了呀，没亲到小死亡，关张皇单大逃又来了啊！对面小死亡来点关张皇神木林了啊，但地听伤害太高了，哎，反震了一下，给了一把破血，哎呦，看宝宝了啊，看宝宝了，就要把大逃杀了，对面血亏，亲地听可以。这个呢没出手砍腰了，这样对面大鹏并没有死啊，并没有死，砍大金转了一圈，对面女儿现在有一速了啊，有一速了，有一速就很舒服吧，最起码能来控制关键皇，你不管是点杀还防点杀，那有一速没一速差别开了。小死亡挂中给了一把横扫千军，但这个伤害很成问题，看看神木林能不能出一把法力炎啊，或者法爆都可以啊。切纸神木林单抽破掉渡劫，法力炎没出，1400再碰一下，你这玩意儿不争气啊，一把山帽。来了一把山猫啊，岁月强控化身四，小死亡再把神木林压死，这几回合凤凰那边打得非常的主动，继续补地听，罗汉盖起，看看这俩地听能不能，然后三个对面是有点拼命的意思了，哦，四个日子不打算过了，这冲不下来可要崩的啊，冲下来关掉崩崩了，冲不下来他崩了，打针过去，小死亡没挂中，哎，得
来给大波弟听。白给波弟顶，那这个对于希腊那边就很伤很伤了。小死亡挂中神木灵，怪能方要反杀对面，对面补一个舞龙防了一手大唐的点杀，直接空切，把自己的这个催眠打开。武魂扔过去，小爽反点一手，大唐也加战敌了，还是靠地听。有渡劫金身，但是，但是他触发连了。啊，希腊这场比赛对地听依赖程度好高呀，但很多地听都白给。就当对手的状态还不错啊，宝贝也全，人物也全的时候都莫名其妙出地听，那基本白给，这还用问吗？干将，这崩了呀！啊，希腊这直接崩了，就那一波地听，那四个地听，一点效果没打出来。女儿喝酒。收起了宝宝，对面也放弃了啊！那波没冲下来，对面也没什么希望了，也没什么想法了。这大克还是厉害，而且啊，前半段时间对面女儿最多拿了五回合一组。前半段啊，前三十回合都是观战皇的一组，而且是铁一组，非常稳的一个一组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没有点关注的兄弟帮忙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的帮忙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无间地狱开启，上一把巨剑。